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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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. Hello， 大家好。是的，我们还是在路上。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，就是丰田 Rav4，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台车做的贡献。它是报废翻新，然后从废车厂拉回来了。这小坐车挺好的，三大件没什么问题。最近我的倒档又好了，是的。偶尔跑起来可能会咔哧咔哧一下，但总体来说还是不会非常不错的。皮实耐造嘛，它至少是没有给我趴窝的机会。那我不想它趴窝，如果说是趴窝的话，你想想在这种高速上面，都是远离城市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很多时候可能就我们两三台车在跑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台耐用度和皮实的车是非常重要的。至于其他内饰好不好看，还有就关于隔音的问题啊，还有操控问题啊，这些东西我是不考虑的。本来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很多这种路上面都是这种大直道，还有这个道路其实做的不怎么好哈。看到这种路啊，它有时候时不时你会听到那种磕的声音，就是轮胎跟道路在互相撞击的那种声音，巴噔巴噔的响，其实那是很大的窟窿呢。路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路原来是这么的破啊，它竟然没有断轴哈。原因就是这个车呢，它的下摆臂非常的粗壮，非常的结实，哎，蛮不错的哈。我牺牲掉了操控和隔音，但是我换来的是这种耐用度，至少我不用停在马路边傻乎乎的去等别人来救我，对不对？首先呢，这个说了这么多就一顿夸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一台翻新回来的车子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跑的是这个新泽西接纽约的这条路，非常的复杂，尤其是在这个位置哈，你要连续快速判断什么时候要变道，这里这个路牌哈是非常复杂的。说实话我感觉这个怎么说，第一次跑的时候头很大，但是没事，我们如果错了的话就再绕一圈就行了。现在我们是要那个西跑，往西海岸去跑，是的，我们现在是在内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连续变道，还要同时注意速度，因为这里是在山区嘛，这个群山峻岭的很多弯，然后你要按照它路牌上面的标识来减速和加速。你看这种路非常的难开，然后呢也非常的破，因为刚刚下完雪，那个铲雪车把路上的那个伤口给铲起来了，所以留下很大的窟窿，那你要小心的。哎，请看这里，我们遇到一台爬坡的慢车，慢慢的接近它，弄一个那个远光灯跟它提醒一下旁边有车过去了，这样子至少人家也知道你要过去，免得吓他一跳。我能听到他的那个引擎咆哮声呢，这个时候立马变道并出去，因为我们等于在匝道里面放到高速路上去了。然后这里呢我就开始左右闪了，因为很多窟窿在路上，像刚才说的一样，尽量哈，顺便提一句哈，不要买翻新胎，也不要买二手轮胎，更不要买假的轮胎，尽量多花点钱，或者说是买一条全新的靠谱的国产胎，哪怕或者说你喜欢的那种米其林啊、德鲁普之类的，千万不要去节约钱在轮胎上面，因为轮胎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，车子和路面去接触的一个东西。如果你舍不得花钱在这个上面，那你可能就是脑袋又要搬家了，你就比小林还要差劲了，相当于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面去跑这个车了，这也是多余说一遍。好了，我们就是回到了繁忙的路上去了，这里就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基本上就是大直道，一直就保持好速度和车距，一路跑回家就行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各位。